三个三个三个，都能打。三个三个三个。倒了一个。仓库里面吗？还有个。哎呀，有个开枪。他们在仓库进仓库了，进仓库了。仓右边吗？我不知道在哪。我跳了两个助攻。 我只能跟你说，我给你们运了个三一头。他有三级甲，还有。二头火。他救起来了，应该。二边阳台，二边阳台倒了，就剩四边两个。OK。 还有蓝圈，我一颗蓝圈三个雷。我加多点他救不了人。哦。嗯。哎，他们被抽了，他们好像在阳台，有人在抽他们窗户。攻不了他，攻不了他，攻不了他。他在好像在那个楼顶的隔间里边。 也在楼上，也在楼上，架我们下了。牛逼，现在我被他摆控了一下，兄弟。他往那一杵，兄弟。那边没办法，直接救你。那我也吃毒了。他在一楼，可能下一楼了，那个楼梯可以下去了。完了，他圈这刷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有黑帮呀，黑帮！有车，商标有车。 我拿个铁头，我操！他妈一个雷就来，倒了。老两了，对面有，我操！对面围墙。打头了。我那车开着车跑下了呢。老子没办法了，进来。我那车啊，少爷。对，我脸上四个胎都在的。有那个道具吗？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帮我。 可以再往远点捂两颗烟，他独挡一个。给他左边开门。